总领馆非常重视领区内华侨华人及留学生的安全健康及合法权益，对于留学生群体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，总领馆也全力对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。
祖国同胞在过去的一年里通过艰苦卓绝、组织有方的全民奋战，取得了抗疫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。祝贺大家新春吉祥如意、幸福安康。牛年新气象，愿加州的阳光驱散疫情的乌云，祝各位牛年大吉，牛运亨通，健康平安。祝福全球华人华侨新春快乐，牛年吉祥，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不忘初心，追根圆梦，传承中华文明，弘扬中国精神，希望全世界团结合作，战胜疫情，共谋发展。祝福南加州华人华侨新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万事如意，在新的一年里气壮如牛，事业辉煌。深深的凝望你的人，不需要。中国传统春节即将来临，我代表世界夜间疗华人团体联合会向大家祝贺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，家庭幸福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现在也是疫情期间，我希望大家有身体健康，我希望我们祖国更上一层楼。我们海外的侨胞团结一心，和祖国人民共克新冠病毒。在2021年新春来临之际，恭祝海内外的同胞新春快乐！在这2021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，祝福祖国人民海内外华人华侨幸福安康，新年快乐。2021祝愿大家幸福平安。